肝病啊，一直号称是台湾的国病，每年都要1万到1万2千人因为各种肝病而往生啊。等到有病痛、有症状出来，再找医生都来不及。一个小医生要如何集结社会的爱心，共同消灭国病呢？我是徐金川，不是叶金川。感恩故事集，台湾阿甘。